丫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下去，下去，都下去。是是是。他们有没有伤着你啊？他们都拦着我，不让我见公子。我的孩子生病了，苏丹春公子在哪儿？公子不在这儿，你先回去，我让公子等一下去找你好吗？你骗我！你们都骗我！老三，怎么了？他思念夭折的孩子，所以。放心，我现在就立他为世子，将来每天都会带着他，以后我把整个曲梁都交给他。我的孩子都生病了，公子答应过会好好照顾我们母子，他答应过会好好照顾孩子。既然公子他答应过你，他一定会一言九鼎，不会骗你的，放心。是吗？为什么别人都跟我说男人说的话都是不算的？为什么？父亲，送他回去吧。谢父亲。叫穆天书他们都起来吧。此刻父亲要去哪儿？回城。说梁姑娘啊，您是真厉害啊。哎，虽说这儿吧离别院不远，可他也不是近代史史啊。啊，您说您一个人就这么啊疯不是，就糊里糊涂的就跑过来了，真厉害你！你以为是他自己想来的吗？若是没有人指点，他如何会选在父亲祭拜先王妃、思念最盛之时，恰好戳中父亲的心，行营戒备森严？若不是有穆天书放行，他一个弱女子，又如何能接近父亲的大帐呢？公子的意思是说，穆海瑶，